算好，要减速，它是算好的。骑摩托车就很怕遇到这样。他有没有？他后期都没有很勉强啊。他说很勉强应急，或者是有没有按喇叭在逼车那种的，才会比较危险啊。他没有啊，他比你的车快，所以他跑到前面去。啊，后来你根本就不用踩刹车了，所以如果会造成后面的车需要踩刹车或者需要闪避的那种开车法，嗯，就真的很危险。有些人他判断的不正确、不准，有没有？啊，他换车道了或者超车都很勉强，这样的就真的很危险。加速，走右线，走右线，对，打方向灯，准备要右转。